上 EMU 900型的美丽身影了。同时在我们的画面当中，非常时尚的影像出现，要与大家一起呢来共勾所谓大家设计的视觉平面图，那是大家很熟悉的明日号。在我们的右边也可以看到的是在下半年即将要底台的 EMU 3000型哦。以陈汉看到我有几个谱架已经准备好了，刚刚大家呢有看到的是我们的来自我们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音乐家陪伴大家在通勤的过程当中，这里呢我们也要再度邀请音乐家来到舞台上为大家送上表演了，欢迎我们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谢谢。安全的部分的话，这是我们也在群内车加装了 CCTV。看前面喽，看这边。来来来。
比个赞位。来，好，来，一二三，再来，来。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这里是真的近的，谢谢。可以，然后他有他的头啊。好了。好，再一次，谢谢。